拿铁今天在收洗直播啊。Previously, Resident Evil Revelations. Revelations. Jesus, no one could have lived through that. And stories of their resurrection are true. Then the setup that got Jill and Parker, it was all. Shit! It's a trap. Yeah, I'd almost guarantee it. But Ryan, we'll go after Jill and Parker. Make your way to the Mediterranean. Wow, 这个身材。Bastard took all my weapons. Can you reach HQ? No, comms are out, it seems. Shit, we'll be stuck here. 又是色狼。Who the hell are you?欢迎欢迎，晚上好，我吃饱喽，各位吃饱才来开直播的、啊。第三章，灰猎犬的阴魂。Go go， 好看一下。女角是雅思的菜吗？嗯，还差那么一点点。会玩类似经营游戏吗？应该是不会。最近，对。哎呦，这是什么时候啊？哎，这是刚刚那个男的嘛？那个色狼，我们就叫他色狼啦，好不好？哦，还有我们的肥胖安德鲁，旁边那个谁啊？安安 LU， still hurting, cadet? 见习生。I can still fight.That's the spirit. It's over. The city is finished. FBC， 他们是 FBC 的人，所以这个色狼原本是肥胖安德鲁的下属，菜鸟。哎，我现在使用肥胖安德鲁哎，但我现在这是哪里啊？ Your efforts are commendable. 好，其实我知道这是哪里啊，只是这是一个效果。他在讲电话，我先趁机拿子弹好了。Jessica Parker， 哎 ，Come in， 帕克跟 Jessica， 这是 Jessica。We're closing shop. Prepare to go home. Split up and get to the helipad on the roof. That's an order. 你也是帕克？帕克你好。Make sure they reach the heliport.哦，这个色狼是见习生，是菜鸟。They've started evacuation procedures here. 然后这个是 Jessica， 就是前几，哎，奥布莱恩，哎 ，I'm the only one left, General Moore. BSAA 的那个头头啊。BSAA is pulled out.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the FBC is making a huge mistake. Been at war for 3 weeks in an attempt to handle this matter. There have been rescues, there have been losses, too many. But any further delays would simply cripple our cause. Surely you can understand that. Mm-hmm. I'm afraid I cannot. Obliterating the site by satellite is only a quick fix. We could lose crucial evidence. Use of the satellite has already been approved. We can clean up this mess. 这屁股还不错哎。Even the FBC may not be able to cover its tracks on this one. Oh, the heavens scorch. 我想起来了啦，这个是我们刚刚玩的那个。Lateral solutions of yours will only create a new Veltro, perhaps a dozen of them. Yes, there's the rub. Men like us can exist. 来，我们先等他讲完了。You'll just let all those people die. 你们就不能讲直接一点吗？ Now, 对啊，说够了没？可以开始了吗？Everyone, you have your orders. Move into position. Raymond, with me. Yes, sir. Yes, sir. OK. 好，所以现在这个时间点，我为大家，如果大家不知道是这时间点是什么时候啊，我为大家解释一下啊。我们刚刚玩的那个女主角嘛，那个叫什么？吉尔，差点讲成安尔。吉尔那个时间点是在现在我玩的这个时间点之后，好，所以这是前面的时间点，好，等于说现在我是在之前有一个城市，好，太阳能的城市，然后那个城市其实在现在的时间点已经毁了，只是现在在回忆这个 Park 以前待在 FBC 的时候，然后后来他才转到 PSA 嘛，就是刚刚在船上的那个时候，好，在那边混水摸鱼的那个状态，然后这是他现在在回忆，好，以前的时候。他跟那个色狼还在同样在 FBC 的时候，哇！哎，我有P90，哇！
chopper. 拳头，铁拳 ，Go！ 还有吗？没了，死了。好，大概就这样。安安，晚上好。还有啊，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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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还有啊，正义的铁拳，可恶，好多。好，等一下。杰西卡，你不要再混了！正义的铁拳，好，查拉上身爆头杀害。好，我刚刚讲，刚刚那个女生去哪里？刚刚那个女生是在后面。等一下，不要打扰我讲。怎么那么多只啊？还没。我没子弹。好，刚刚那个女生是时间线在后面啊、哦，现在是时间线在前面。好，假设刚刚那个关卡是十年后好了，假设啦，我是假设。那这个关卡就是十年前，大家懂了吗？所以十年前跟十年后不要搭在一起，各位懂了？所以现在是在演十年前的剧情啊，没有啦，应该一两年前了啊、哦，没有到十年前那么久啊，一两年前的剧情。这个肥胖安德鲁还在这个叫 FBC 的公司哦，哈的时候啊，你们刚刚看到那个关卡是肥胖安德鲁已经辞职了，哦，跑去 BSA 那家公司，所以才会跟刚刚那个女生同一组，这样啊，这样懂啊、哦？这样可以理解吗？这个剧情还跟得上吗？各位，他这款游戏喜欢用就是回忆的方式，就是玩到一半，他突然跟你回忆个一两年前的事情，这样，然后你有时候就搞不懂，哎，为什么时间突然跳到这里来？刚刚不是在船上吗？怎么现在在那个这个房子里？大厅有药草，刚刚不是有解吗？啊，没关系啊，没关系啊，不重要，不拿了，不拿了，不拿了，没关系啊，不用担心。哇哦！真的很难，没子弹了、啊。对，回忆启示录没错，没关系啊，地狱难度都破了，药草什么的不用啦。应该吧？哇，这好像沙漠之音哦。所以现在的肥胖安德鲁没有瘦下来，对，没有瘦下来，完全没有动。完全一样这样。哇哦 ！What the？ 哇，他们要撤离。哇哦！这个枪的射速也太慢。死了。这个怪物的弱点在哪里？应该也是头吧，我记得。P90 是用机枪子弹啊！啊，别那么纠结啊，游戏啊，游戏都这样的。就像 VSS 用冲锋枪子弹，我也是觉得很讶异啊。没办法，这就是游戏啊，没关系啦。就当游戏嘛，对不对 ？P90 改粉色，哎呦，《刀剑神域》看太多了，是不是？粉色恶魔啊！我先进去啊，加油，好，没问题。等一下、啊，等一下，我先等他巡逻完。来，什么？哎，这根本不公平啊！我开门根本没有办法动，死了。还有吗？没了。我开门完全不能闪，只能给他眼睁睁让他砍这样。敌人在哪里？哇，闪电枪！呜，哈哈哈哈！可惜幽灵古堡的闪电枪没有像 Free Fire 那么好用啊。这把枪好像 Famas 哦，跟 Famas 不太一样。Famas 是步枪，这把是冲锋枪。那个 P90 是冲锋枪，用手枪去。哎、欸，我也不知道，哎、欸，算是改造吗？我有点忘记它的研发过程，等于说它比较偏向手枪的冲锋枪啦。这把是 P90， 哇、wow! ，
可以啊。等一下，这个血量，这个血量是怎样？我拿 A1014打敌人大概两枪，差不多就死了。我这个怪物要打三枪哦，我的妈呀！有人有办法切换角色吗？不行，这一代不行。还有吗？还没死？死了没？还没啊？死了没啊？哦，死了。对，范范是长得比较像九五式，哎。可恶，这个游戏不能跳伞，可以跳伞就赢了，枪枪爆头没问题啊。补一下血好了，捡个药草，药草满了。OK， 手榴弹，手枪子弹，我现在需要机关枪子弹啊。大家懂的，就是这是 P90 的子弹。晚上好啊。对，就是这机枪子弹。欢迎欢迎。So,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at O'Brien guy? BSAA director? Not my type. That's not what I meant. I think he's in the right. He needs to stand up to General Morgan. Yeah. 莫刚应该是我们刚刚的那个 FBC 的老板。正义的铁拳呀！哇 ，double K 哦！对啊，这三发搞定了，可是还是不够痛，再痛一点会比较好，我觉得。有东西给你吗？没有。我突然觉得我玩这款游戏好中二哦，开不了。我自从玩了 Free Fire 之后，哇哦！我自从玩了 Free Fire 之后，我都习惯性先看一下后面的地方有什么东西啊，有什么怪物或是敌人啊，都会侧身看一下。这把枪哦 ，N7 吧，看一下名字。我这边看不到哎、欸，好吧，看不到，好像是 N 叫 N7 的样子。我听到怪物的声音，等一下啊、喔，摩根会比较好。对，之前 3DS 上面是摩根啦 ，Morgan。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 Switch 翻译叫莫刚，没关系啊，大家知道在讲谁就好。等一下，嗨，嘿，哎、欸，来不及掏枪，你掏枪太慢了，等一下再来。等一下过来一点，过来一点。嘿，啊 N3 了啊，拍谁拍谁，忘记了。OK， 有观众回答你了，是 N3 了。对，他们是对的。N3 就跟 FAMAS 一样，是一个枪名称啊，代号或者名称也可以。哇，等一下，这是什么？开外挂是不是？开外挂是不是直接穿透？可恶！等一下，我拿东西哦。等一下啊、哦，不要打我、哦！可恶！好、哦、死了。手枪子弹，手枪子弹，散弹枪子弹，然后没了。好、哦，走吧，拜拜。这要去哪里啊？这里吗？死路！哦哦哦，来了来了！我记得这边会有怪物跑过来，对吧？是吗？哎，没有吗？没有吗？我记得等一下后面会有怪物啊！啊，好像要按这个吧的。We can get through here. Give me a hand. Okay, I'm coming. 哦，来了来了，检举那个怪物来！哎，来了，我可不可以开枪啊？不行哎、欸，这个是动画哎、欸。可恶！我要想杀后面的怪物、哦，他们跑得好慢哦。拜拜！不能杀，这不能杀。五代没有玩呢，我有玩的，我有玩一代、二代、四代、六代、七代，跟骑士一代。好，二代还没有玩啊、哦。对，
至于一代的话，我玩过，但是没有破关了。二代、跟四代、跟六代还有七代都有破关，还有骑士一代也破关了。啊，骑士二代还没有玩过。哎，对，检举一波外挂铲除。五代很麻烦，对啊，我看了五代操作方式跟四代很类似，可是感觉好像就我不知道该怎么讲，就是没有很吸引我啊，我就没有玩了，对，我就没有特别去玩了。这边看起来像打 boss 的感觉。先拿好东西，没有东西可以拿了，还有东西吗？没了，好，来吧，来吧 ，Damn, come on， 来吧。来吧，来吧，我就知道来了。I think they're here for you because you're a flirt. Sorry, I don't date cannibal monsters. 好，变难的是因为过关了，换另外一个角色了。这把枪是 P90 冲锋枪。没子弹了，剩41发。过去拿一下子弹好了。跑啊！不要打我啊！正义的铁拳，哎，什么？杰西卡，你在干嘛？你杰西卡，你跟怪物一国了是不是？我要敲下去了，你就把怪物给打跑。可恶，杰西卡，你是跟这些蟾蜍一国了是不是？啊，你是蟾蜍女王是不是？可恶啊，真的是雷队友啊！啊，你不开，你该开枪的时候你不开枪，我的妈呀！电梯确定有在跑吗？我不知道。可恶啊！你这个间谍，哇，这太多了！等下，手榴弹，手榴弹，手榴弹，还有吗？哇！等一下，我来了，来了，来了，来了！里面还有一只，哇！哟，太多！等下，我先把他们通通打光再说啊！只有一只了，死了吗？死了，死了，死了，没了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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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啊！等下，我先把他们打光。不会还有吧？等一下，这边是无限的吗？好，无限的，那我先走了。东西该拿都拿了，好，我先走。感觉是无限的。等一下，等一下。我可以走了吗？啊，可以。怪死掉没有子弹和脑浆可以拿，脑浆不是那么邪灵入侵吗 ？I can't believe Morgan decided to fry the city with the solar energy satellite. 所以刚刚那个 FBC 偷偷想要把这个城市给毁掉啊，因为一堆的那个怪物啊，不能蹲下，这游戏不能蹲也不能跳。对啊，不然我早就跳伞了。维斯卡会出啊？这一代我记得没有维斯卡。你觉得你帅吗？我觉得长得普普通通啊，还行啊，可以勉强还能看啊，好吧。When have I ever gone back on my word？ 特地去下载游戏，下载城市看你玩游戏，谢谢你，谢谢你的支持，谢谢你哦。哦，直升机可以撤离了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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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不要，男士优先，男士优先，女士垫后，女士垫后。
可以了，我们上飞机了。说到邪灵入侵，我今天下午有买邪灵入侵，特价100多块台币，我觉得很便宜，我就买了。不过我只买一代啊，二代600多块太贵了，特价之后还600多块，还700多啊，没有特价就要1000多啊，超贵的。哦，就这个城镇哦，城市啊。它是太阳能的城市啊。It's triggered a chain reaction. Look, the city. 它把这个城市给毁了。The city. 因为都是怪物。邪灵，我觉得二代我比较喜欢玩，可是一代我也想收藏一下。我没有 PS4 啊，我没有 PS4， 我只有电脑 Switch、PS2。PSP、3DS 这样而已，对啊，回了。其实我觉得 Switch 的画质真的不错。这画质真的感觉不错。又有钱，你没有在工作，你当然没钱了，正常啊。随便一个正常工作的都收入比我多，好不好？那个就是看你想买就买啊。OK， 过关了。OK， 存档。哎，都存这个好了。